其实系 OK 嘅，打赢嘅系啦，靠佢个方法。呢、這个方法真系几难打，呢、這个方法系几叫做咩呢？几好咯，系啊，几唔错。呢、這个战术啊，即系亏佢哋谂得出啊，即系谂呢个攻略嘅人。果篮，我先放咗防状态先，然之后就上 buff 啊，好。诶、欸，好波啊！然之后咧，如果大家都有即系有呢一个嘅本 level 马骝嘅话，其实都可以一齐打。系啊，最紧要有马骝啦，老卡利奥嘅。我、啊、顶开错技点白痴，开错技白痴，唔紧要，我而家解。哇，放落我度。啊！十抽应该抽 green 定系保底五星好？哇！呢、這个真系我自己觉得啦，我自己觉得 green 系冇乜特别作用嘅，系啦。反而你讲原本嗰啲五星咧，可能仲劲，但系都要睇边只啦。譬如系 Hello 加呢啲，可能后期就唔算话太劲咯，即系都系单体输出比较劲啲啦，我觉得。所以就你谂下啦，因为有木手工定狼人，木手工同狼人基本上咧已经可以打到好耐，即系你任何关咧用少少战术嘅话，其实都过到噶啦。啊，我开一下算啦，要佢攻击。OK，揼死佢。咁啊，自己再衡量下，使唔使再储，即系使唔使储石嚟等下一次嘅关卡，下一次嘅新角色咯。OK，揼落去，出伤无效。喂，好在。哇！真系要咁样打喎，其实真心。如果唔系呢，系好难搞嘅。鬼放情，哎有啊，嚟啦，机会嚟啦，飞云。OK，准备爆格斗啦！依家我放咗大字消嘅埋。哎，我哋先啊！会有击中，哦靠火马，嚟啦，系咪开大啊？要开啦，顶，我个话唔中，佢唔开啊，白痴，咁啊死啦，大佬，头先我放大字消啊，顶，咁真系一定要放火拳，黐筋嘅真系唔可以放大字消呢度。边嘅特点系咪最高特攻啊？可以咁讲咯。但系虽然话就话最高特攻啦，但系都系要 mega 咗先有单体啊嘛，系嘛？冇记错。唉，即刻打唔死。哇，痛到啊！条友放咩技啊？哇！Oh my god！真系非洲到不得了喎！我应该揿错咗，应该用火拳啊，因为呢一度一定要储技啊。如果唔系咧，就好危机。OK，火焰漩涡死咗我嘛？唉，死咗啦！OK，掂唔掂啊？张波打唔打死啊？好波打死，速度强化准备，乌雷阵打我居然，我应该要死啦咁，我应该要死啦咁，但系唔紧要，我仲有只火马啦喺后面啊！
哎，未死啊 ，very good， 但佢就嚟开大啦呢度，我仲要冇得解状态添呢度，咪先，咁我换，我唔用技会唔好啲咧呢度，未毒死啊，唉，咁我食蕉啦。喂，死啦！速搏抗城，有冇得转定重啊？格死，睇下转唔转一次。我记得遗技争几多啊？十二，不过应该顶到啊嘛。啊，唔系、啊，你转哈鲁加你会死喎、啊。谂下先啊，你呢度俾佢打 ，O 唔 OK 呢？我唔理啦，依家总之打爆佢先啦，依家即刻打爆佢先，唔好谂啦，依家哦死咗，哎呀咁冇咗火虫喎、啊，冇咗火虫合体技喎、啊，不过唔紧要嘅，冇办法啦呢度，系咁殴佢单噶啦呢度，仲未开得啊嗰招合体，得啦开得啦。做埋呢招应该得啦嘛，得唔得啊呢招？哇，佢都开技啦，我哋开先啊，我哋开先。咦，唔系，仲真系加锁都未喐噶，哎，唔系喐啦，喐到啦，喐到啦。但系中我呢个都未必打得死，两只火一只恶，即系乘二啦，啊 ，fire！哎，哎呀，大镬啦！呢下阿加斯应该未死嘅，我谂系啦，得翻一个咯，但系系嘛，加利系咪冇晒啦？喂，仲有只啊 ，OK， 有机啊，赢啦咁铺应该，仲回到中心，哇，仲有换种啊，仲。真系咧，唉，搞掂啦！唉，终于搞掂啦！终于打赢 Elika， 我哋可以攞佢嘅装备啦，我哋。